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根据米兰体育报的报道，祖云达斯有意缩减薪资的支出，预计是不会同迪马利亚续约。迪马利亚在这个赛季以自由身加盟祖云达斯，但他的合约将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后就会到期了。根据米兰体育报的报道就说，迪马利亚几乎不可能继续留在祖云达斯。考虑到在下一个赛季，祖云达斯有意降低球队的薪酬支出，而这个预计会导致1988年出世的迪马利亚不会得到续约。他本人亦都倾向于回到阿根廷结束他的职业生涯，尤其是他的老东家罗沙里奥中央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